现在还卡吗？300 KB 每秒还卡？不会吧？我看了300多 KB 每秒。谢谢言归的吃瓜。哎，不是，你这个，我到底是养了一头猪还是养了一条狗？你快快坐好，坐好，坐好。谢谢谢谢我，哎呀，等一下我整理一下仪容仪表哈，等一下等一下，你起来好吧，起来，手放尊重一点，把手放尊重一点，手拿开，手拿开，手拿开，手，你起来好吧，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等下，等下，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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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要这样，谢谢谢。你起来呀，你。你不要睡我身上嘛，小满。我骨头，你就这样就。谢谢，谢谢小富。哇，孩子，是没长骨头的小满，怎么洗完澡还感觉还是吐啊？对，我只是一个工具人，你就自己直播哈，说一说一下话，小满叫，叫，叫，哎。小朋友不知道这个这个，哎呦，妈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你这显得我肚子，被腹肌给压着了。哎，哎呦，找个好听的狗叫声给妈妈听。卡你还能这么迅速回我呀？到底卡不卡？是你卡了吗？不对，好像现在卡不那个那个卡的话，刷一下一，谢谢。卡的话刷一下一吧。啊，真卡了。那怎么办？我家 WiFi 就是有毒啊，真没办法。不卡了，我刚刚去弄那个 WiFi， 把我手也弄出血了都。嗯，现在卡吗？300 KB 每秒，不妨碍看小满，妨碍听你说话什么意思？现在好点，你把我腹肌给压着。你把我腹肌给压着，你给我起来。好像不卡，真的吗？起起起起起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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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睡我身上，起来，起来呀，小满。我说的是起来。你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走开。走开，小小盘，走开！哎呦，哎呦，这个，哎呦，我终于可以作证了。你去那边去，去那边去，去那边点，去那边一点。哎呦，啊，对对对对对。
刚刚在睡，所以可能有一点红。哎呦，等一下我。几个意思啊？你今天是青春期到了哈，又违逆你父亲了吗？那我们去坐那边一点哈，这样子能够拉开，稍微拉得开一点。你爸爸这刚刚都平躺练腹肌了吗？给你直播的，好，这样子可以。哎呦，这样子可以啊，就这样子播。对对对对对，大家现在卡不卡？卡不卡？卡的刷一，不卡的刷二。你不要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吧。谢谢言归的笔仙。不卡不是不卡，为什么没有弹幕啊？让我觉得有点卡。刚刚就是一个弹幕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出了问题。谢谢妹妹的冰可乐。小老板为什么总是很困的样子？小老板就除了玩，就除了出去玩啊，除了吃东西。就除了这两做这两件事情，他都困。除了这两件事，哪位？哎，不是你吧？我就叫你啊。小门睡仙，确实是一位睡仙。谢谢香瓜子的冰可乐，谢谢熊猫馆的笔仙。别睡呀，你别睡呀。对对对，我今天哎，是我昨天还是今天？我看到那个。刷的一个抖音哈，那个他们那个直播好像就是一只猫就坐那地方就行了，就坐那地方就然后就直播，主人不用在就行。然后我看小满说着说着应该又要睡了，就站着睡觉，你看，又开始眨眼睛了，这样子嘛，这样子我法外留情哈，把你的脑袋放我腿上，这样子你要轻松一点哈，我们法外留情，可以吧？爸爸做的仁至义尽嘛，你先这样子睡得舒服。对，那个连续播了两天，我去，但是好像很多人看吧，应该，对吧？很多人看，我操，35集，我小辈子你有点牛啊！哦，11集，我看错了，我以为你那个标识是35集，把我吓了一跳。9点了，小朋友睡觉了，别你，不，他是个夜猫子。他就是，哎，不算，主要他随时都在睡觉。除了吃，除了玩，都是在睡。出去玩，你想不想出去玩吗？先想我怎么玩他。那你想不想吃东西吗？说其他的话可能就没有反应，就这两样，一个一个准儿，对吧？比如说喝水这些。哎，喝水都有反应啊！谢谢阿普，什么谢谢阿普？谢我干嘛？谢我干嘛？谢岩龟的冰可乐。小马脑袋只有出去玩，对他只有这两个，只有这三个字。是不是洗了澡，就会感觉毛蓬松一些了，就稍微正常一点的感觉，就不是平时那么。蓬头垢面的感觉，就感觉是个，就感觉小满那个蓬头垢面的像个网友一样。今天感觉就稍微要那个一点，对吧？比平时，主要是我家 WiFi 有点问题，我给大家看一下我 WiFi 的位置哈。哎呦，哎，你坐好哈，你等着，你坐好。你看我家 WiFi 的位置，它卡在这个地方。那个沙发是都是靠墙壁的。又卡了呀？不是吧？又卡了呀？来，那脑袋放过来，脑袋放过来。对，这样子可以睡啊，你就可以。悬空 WiFi，
这 WiFi 真的有毒，我刚刚过去看一下，他那就耍脾气，他就把我变卡了，知道吧？这 WiFi 真的有脾气，我离他这么近，1米都不到，就应该离他远一点哈，好像离他远一点会好一些。哎，佳佳怎么不在了？睡吧，睡吧，睡觉吧，睡觉吧。你感觉你耳朵不动的话，就像个雕像一样。你是雕像吧？眼睛也不眨一下。哎，除了耳朵，其他啥都没动。哎，老板，你是雕像吧？奶奶是不是在播歌？我这都听到了。房间门关着，你都听到了。哎，佳佳不在了吗？小满怎么直愣愣的？这是傻乎乎的吗？你想说？啊，在啊，我以为你不在啊。就保持这个位置哈，不动哦，不动哦，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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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就这样子不动，脑袋别往下垂哈，不动。哎，对对对。多久洗一次澡？洗一次，呸呸，洗一次澡，大概是2周多一点吧，或者2周，大概这样子。小满像擦了口黑，口黑什么玩意儿？就是你看呆了的意思。什么鬼？小满没有朋友，像我一样。什么小满没朋友？小满有朋友，小满朋友倒是挺多的。但是都是那种，都是那种比较，就那种一次朋友，感觉像，就很少有长期朋友。不过现在有一个长期朋友了，只是他被隔离了。等隔离结束了，然后就可以每天都在一起，每天都玩。你怎么像个没脑袋的狗？你也需要狗朋友吗？什么意思？我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了，我手机又没电了。现在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我这，拿一下这个充电线，拿一下这个充电线，充一下。我这个充电需要找角度，真的很难充。我看一下现在充，我操，居然刚好是一个最佳的那个，最佳的一个角度。我不能动了。为什么每次都没电？洗澡的时候我忘了充了，我去充那个拍视频的机器了。小满是不叫的是吧？你看了明天的视频你就知道他叫不叫了。明天我会发，明天大家一定要把视频看完哈，就是视频最后有彩蛋，那我先卖个关子，要不说你就不会看了。外面敲人，他有人敲门他会叫吗？他听脚步声，不是认识人他会叫。小满和耳朵是两个生物，对，耳朵应该是他身上的寄生虫，我估计。就那地方待着哈，就那地方待着，对对对对对，抬头，对，坐正，立正，坐正一点哈，坐正，对，女孩子嘛，就女孩子坐姿要好一点，一定要坐好，对。颓废主播，哎，不好意思，我脚怎么露出来？我把脚收一下，好，这样子看不到我的脚，这样子感觉我就很正经哈。小满给开门吗？哎，开门吗？看，陌生人，就陌生脚步的话，他会叫，就如果敲门这些。小满给亲吗？这个简单。看了你的脚好久，别看我的脚啊！你看我脚干嘛？等一下，给亲嘛，这个就对吧？我就不用回答你，你试一下。大家看好了，千万不要眨眼睛，这个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一定要看，快准狠。你看这就给亲了，对吧？亲到没有？看到我亲没有？不，你怎么感觉好无语的样子？你怎么那么无语啊？对吧？没看清啊，我再来一遍慢版的。等我一下。哎，
准备好了没有？哎呦呦，还好收得快，要不然就被清到了。大概就这样子被清了。最开始的时候点开我的直播间吧，然后那个我点开的时候就卡了，有回音我听着，然后就不敢点了，因为点了那次之后我就那个了，我的那个网就崩溃了，结果等了二三十分钟才好。为什么我直播间才300多个人啊？为什么直播间才300多人？这次好像是最惨的一次哈，基本上应该都是1000多样子。今天怎么那么惨？是不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来了，然后看我没在又走了，又卡了吗？是今天直播崩了？躺床上看小满我都快睡着了。不是小满，不是，我以为是我有问题，我以为是我的那个，我点开了电脑所以才那个。哎，意思是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哎，什么来着，就是说所以能进到这个直播间算是一种缘分是吧。今天 B 站好像是有问题吧，是吧？我听大家说都有问题，好像睡吧睡吧，闭眼睛睡吧。哈尼和满满，哈尼我好像看过他，好像是我好像有一期的视频我看过他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他好像是去旅游然后把狗狗带着，是不是有一期是这个？我看过，好像。我还是重新下载，重新卸载了又下，不是，我把那个手机都重启了一次，我把电脑也重启了一次。哦，是的，哦，真好。哎，希望明年咱们能开车带小满去玩一下，然后。对吧，就感觉这是我从小的一个小梦想，就是能够带狗狗然后去开车旅游。上车的时候我是不是卡了？现在卡不卡？现在卡吗？喂喂，卡吗？现在好了哥，我看那个亮绿色标了，现在好了哈。那我就接着说了，哦，对，就是这种时候说，就那个就是啥，就像就希望明年能够发展好一点，然后能够开，能够有个车，整个车啥的，然后带小满，还有他的朋友，还有我的朋友，那个一起去玩。米歇和三三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哈尼。谢谢香瓜子的逼客了，那我加油。好嘞好嘞，带狗子去旅游超级涨粉，所以我有那个了吗？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啊？不在哪个城市，我在四川。你看你这挂着别人的牌子，你问我在哪个城市，我发现我真的直播间好多人喜欢挂别人的牌子，让我感觉好难受。米线和陨石也是，米线和三三也是陨石。谢谢汉子的吃瓜，你终于有头像了。哎，我怎么为什么我显示香瓜子才0级啊？你啥时候有的那个？啥时候啊？就哎，就最近2天。
就最近这几天，我觉得三三和米线偏蠢萌，但是小麦好香。我是他父亲，我不能拆穿他了。我就觉得应该你没说错。谢谢熊猫馆的吃瓜，哇，十个吃瓜，老板大气。哎，我经常刷到好像那个评论里面有熊猫馆，好像为什么熊猫馆不挂牌子啊？熊猫馆好像没挂牌子吧？你没有挂粉丝那个牌子吧？哇，村里爸又懂，爸爸就很轻松。慢慢然后再给他洗个澡。九鹅车的那个陨石变猛，我觉得全站有名的边牧都好满的。中间然后省力好不好，你真懒，小曼真的懒。大家看到没，他这个头吧就感觉有个弧线，感觉是个圆的。这个我就谢谢纯绝君的币卡，谢谢。小曼学的美容觉，小曼你是美容觉啊？学的，你是个秃子，真的。你看这脑袋这个弧线，这个是个秃的弧线，这就是，如果人的话，可能就是个秃头。最不会叫，小曼叫，叫，小曼叫，叫，叫什么叫？叫。你看那只手又跃跃欲试又。你怎么又躺上了？起来呀、啊！你好懒啊！真的，小满，你不是都说水煮人？你每次直播走，起来、啊！你把我腹肌压到了！起来呀、啊！你把我腹肌压到了！你起来，起来，起来啊！起来呀、啊！哎呀，哎呀，哎呀，哎，
压着我了，哎，你把我腹肌压到，你远一点，离我远一点。谢谢谢谢那个温的比克拉。哎呦，我真的是醉了。这样我们都站起来，我们都坐着吧，好了吧？我也坐着，我坐的笔直，现在咱们公平一点，对吗？也不让你那个起来，来，我们一起坐着，小满，我们一起都坐好吗？好吧，坐好。我也坐了，你远一点，远一点，远一点，你别离那么近，就只能看见你那个。哎，过去，过去一点，对吧？坐坐坐，好，对，就是那个地方，走。哦，对，就是你远一点，远一点，不要离那么近。他是真的会偷奸耍滑，就对这种偷懒的事情哈，他刚刚不是就在那个位置嘛，然后渐渐的他就坐在这个位置来，然后坐在这个位置就卡到这个位置来，卡到这个位置就把脑袋放我肚子上。你真的是偷偷摸摸的搞这种名堂，这一点就偷懒的方式，小满也是第一的，真的，这个我还是很有自信。哎，我再坐远一点，你离我太近了，主要是小满。谢谢熊猫馆的比心，你离我太近了，我坐远一点，对吧？这样子爸爸也坐着的哈。满门不爱叫是不是因为爸爸很温柔？这个他要叫啊，他真的要叫，就是要吵架的话，他还是很厉害的。哇，但主要是我没拍到过，就是他叫的话，大多数就是如果有那种脾气不好的狗的话，我拉着绳子，天哪，真的是感觉狗都起飞了，就气势上，就是不怕阿拉斯加，也不怕那个，也不怕什么哈士奇啊这种什么中大型犬嘛，都不怕。B 站直播崩了，上热搜了，哎呦，难怪，不，今天人真的有点少，今天才600多个。又要睡，你看小婉坐一会儿又要睡了，谢谢 FF 的那个比心，谢谢熊猫罐的比心。你别老想着睡呀，谢谢两个比心，别老想着睡呀，是吧？坐端正，抬头，对吧？挺胸，对吧？女孩子要有这些，对吧？哇，谢哇，老板今天怎么了？老板今天发工资了，哇，谢谢冰火了，谢谢，哇，好多礼物，谢谢。别睡。睁大眼睛，我故意把灯开着这么亮，就是怕法小满就是在暗的情况下特别想睡，结果你呢？结果你这样子还能睡？他怎么还在睡？不要睡哈。打几斤？爸爸唱首歌好不好？爸爸给你唱首歌，好不好？我唱首歌给你听，这样子哈。我想一下，大家有没有那个喜欢听的歌？啊，什么叫您别唱？唱一首歌吧，你笑着啊，这首歌有点那个哈。什么自己人？我唱的可以啊。上次哎，我上次直播的时候，谁跟我说啊？你唱首歌吧，啊，你千万要唱首歌啥的你。唱吧，求求你了，唱一首吧。是谁啊？床码头，小摩托，柠檬。你不要整英文嘛，你稍微对吧？稍微浅显一点的那种，就浅显且懂。左手指月什么意思？今天没有月亮啊，今天没有月亮啊。骑着我想啊，骑上我心爱的小曼曼。请你不要睡觉，抬头，对吗？别刷问号啊，什么呀？不是我好不容易唱一下歌啥的，你什么意思嘛？不是这个昔日一封的那个什么那个头衔是多才，可以 ，nice， 不要唱摇篮曲好吗？摇篮曲，我从来没对小满唱过摇篮曲。哎，不要看我躺着哈，我们俩不一样，你在直播，对吧？咱们俩不一样，你在直播，我没直播哈。慢慢，你得严格要求你自己，对，
女孩子就要对自己严厉一点。野狼第一次滑这首歌我会，哎，这首歌，哎，就这首，好吧，就这首。我想想，野狼第一次滑怎么唱？哎，第一个是什么来着？喂，谁啊？咋又打电话了？正忙着呢。啥？四代二金爷？爷爷说，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我先撂了。谢谢严贵的那个头冠，不是吗？不是那个吗？就他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子，就然后就开始，嘟嘟嘟嘟什么，圣雷的发，对吧，妈妈？开心一点，开，直接圣雷的发好吗？哦，不是，你要唱完整啊，人家开始有前奏的，就是他一首完整的歌吧，就是需要有一些铺垫，对吧？他需要有一些东西夹在这里面，这就是他的文化。你看其他歌他不会给你冒一句什么，比如说那个我想加入车队，对吧，我想加入车队，然后就开始放一路一路向北，别走别别别走别走别走，不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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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舞也跳了，把舞跳舞过分了，跳舞过分了，我对面啥，对对对，对面啥正形啊，442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撂了。然后小满的话就是给我爸打电话吧，先睡了。小满就这样子，老舅散装粤语，你是稀碎的英语，啥意思？嗯，讲道理哈，我唱粤语的话，稍微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功底，是太晚所以困，不是他白天晚上都喜欢睡，除了玩他都是在睡。就除了出去玩啊，或者说吃东西啊，还有喝水，就除了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还有玩球球啊，飞盘。那个叫什么，诶，那个叫什么来着，哦，那个路由器，哦，给我给夹了，天，我要痛的，瞬间提升了精神了，什么小满精神了吗？然后又开始慢慢的路由器咬人，不那啥，是我的问题吧，可能因为我急眼呢，就他一直都没有信号，然后我手机重启了也没有用，然后我就气急败坏，我就拔他两个线，然后就给他整下插上去，然后可能用力了。你不信啊小满，你不看着我的吗？你不相信我吗？你把头转过去干嘛？你不相信爸爸吗？你不相信我说的是不是？不，他们可以不信，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呢？你信不信爸爸？你相不相信爸爸？相信我的话就握个脚，握个脚，握个脚，起来。你不相信我是吧？你是不相信我？我们这么久的感情你不相信我？谁都可以不信我，你居然不相信我，我太失望了，我想要加入车队，我太失望了。远一点，远一点，远一点。你真的是太喜欢耍滑了，你从那边那么远，你都可以偷偷摸摸的过来。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刚刚看着我把手那个夹的呀？那小马怎么流鼻涕了？哎呀，你怎么流鼻涕了？等我一下，我去把它擦一下鼻涕了。你怎么像阿呆一样，说着说着话还流鼻涕？那啥，你先播一下啊，我去给你拿纸擦鼻涕啊，小马，你先播一下，摆个角度。对对对，你就跟大家先说一下话，就看这个地方，脑袋看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会儿话哈。好嘞，不动哦，不动，不动，就这样不动啊，不动，不用看我，不用看我。
我看吧，我去拿点纸给你擦个鼻涕。好，擦点鼻涕。你是有点冷了吗你？拿手机跑路，什么意思？小满不是那种人哈，小满不是那种人。哦不，小满不是那种狗，就是我，这是我的那个私人财产，他不会偷偷拿的。比如说是啥吃的呀，可能会偷偷摸摸的拿了就跑了，做这种狗狗祟祟的事情，是吧，小满？等他睡着了，我得吓他一下，然后呢，他就突然就特别精神了，就不会再睡觉了。我们先就让他睡。我们战术性后退，就是感觉我们已经下播了，然后装作听不见的样子，装作没看他，然后等他睡着了，我们就突然吓他一下。好，开始实行我们的计划。他听不到我说的特别小声，你看他耳朵都没立起来，他肯定没听到。你看他眼睛开始眨了，马上就快睡了。怎么回事？感觉他有点提防我呀。你看他现在有点提防我，他现在不眨，哎，眨开始眨眼睛了啊！你看已经开始，现在开始睡了，已经开始上钩了，要上套了，马上啊，马上上套了，对对。哎呦呦呦呦！啊，对，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刚刚是问题，刚刚出了问题，刚刚手机出问题，炸了，刚刚手机炸了，手机炸了。你看是不是特别精神了，对吧？对不对，妈妈？对，真棒，打起精神哈，打起精神，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啊，你们怎么吓到了？我是吓他，你们怎么被吓到了？你也清醒了，不是？这个点，大家。可以就是稍微精神一点，对吧？年轻人就应该不要太养生，就应该，对吧？晚上就应该晚一点睡。你看我刚刚那么吓他，他还能眨巴眼睛，大家能够理解，就是说他不是说有居然有朋友有小朋友私信我说什么小满是不是有问题，他怎么随时在睡觉。谢谢那个，谢谢版本家的迷弟的冰口，他居然私信我说为什么小满随时的睡觉，他是不是生病了？不是真的，有些问题是真的没法回答，就是你如果经常这些状况一样，吃饭玩手机睡觉差不多吧，跟我一样。你看听着这个又精神了，刚才怎么吓我的财呢？吓了我财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跟你说，没跟你，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没跟你说，没问你哈，没问你，乖乖。小满是不是长身体啊？我叫金毛说，他长啥身体啊？他发育期过了，他不发育啊。他，你看他的那边的耳朵没有，你看他右边耳朵又有，你看哈。你等会儿就知道他那边耳机没有。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有戴耳机的，我没想到这一点，不好意思。刚才怎么吓了我才来？哦，那个啥，大家帮我吓一下他，他想体验一下被吓什么感觉，大家帮我处理一下。毛利兰，哦对啊，毛利兰就是那个他那个头发上有一个很尖那个东西，但是只有一边尖。小满这个角度其实就是那个毛利兰，你看那边的耳朵没有，这边有个耳朵。可以啊，兄弟，你还懂这个梗啊，毛利兰。大家有那个有小满的牌子，挂一个小满的牌子嘛，就看着别人的牌子心里有点酸酸的，凉凉的，拔凉拔凉的那种感觉。抬头。抬头，对，好哥哥，嗯，真乖，小满叫，叫，叫，
叫就不叫，怎么又叫睡了？你起来哦。啥意思啊你？你摇尾巴干嘛呀？那地方不需要你扫地，你以为你是鸡毛掸子啊？起来啊！你讨好我也没有用啊，你尾巴摇坏了都没有用。起来啊！哎，你现在越来越耍赖了哈，就是我已经说了好多遍起来，你还不起来，我生气了。谢谢熊猫馆的地茶，还有这种礼物啊！我第一次收到那个地茶哈，能不是真的能不能做一下咱们？我们拨脑袋是拨啥吗？拨尾巴吗？摇尾巴行吗？行吗？摇尾巴吧，摇尾巴，摇尾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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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摇起来，行吗？摇尾巴，好哥哥，好哥哥，对，摇尾巴，好哥哥，你看这种。他又听得懂，摇尾巴，小曼，摇尾巴，小曼，摇尾巴，好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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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真乖，好哥哥，好哥哥，小曼，好哥哥，好哥哥，你看这种命令，他又听得贼溜。你看他现在没摇了是吧？小曼，摇尾巴，摇尾巴，摇尾巴，小曼，摇尾巴，快点摇尾巴，好哥哥，好哥哥，好哥哥，小曼，用力摇，好哥哥，好哥哥，小曼，好哥哥，好哥哥，谢谢修仙党的比心。不，这种时候你就真的是贼聪明。为什么我训练你的时候你就那么愚呢？我感觉啊，这种东西你就听得懂，对吧？谢谢很烦真的地茶，不，这个 ID 有一点让我没办法念出来。他打呼噜了，这坐好坐好，快起来！哎，谢谢佳佳的么么哒，起来、哦、起来，快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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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算是打呼噜，其实，你看他躺在这个地方啊，他的那个气管是被我腿给压着的，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之前了解过，就是狗狗的话，你要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打呼噜，因为很多情况是那个铲屎官自己就是那个狗。就铲屎官自己搞错了，然后其实是他睡觉的时候有。就是在睡觉，刚刚在直播之前他真的在睡觉，然后活生生被我硬了。干净的时候，我是指干净的时候摇。你比如这种时候在洗澡，就感觉就挺软的耳朵。为什么没有弹幕了？谁接回？谁接回是啥？来嘛，给你玩一下嘛，理性一点嘛。谢谢善德，谢谢善德的笔记。云传使官不配，不会啊，你那啥，你看给你，可以吧？可以吧？我还是可以吧？来，再咬一口，哗，就是一口。
这个时候眼睛有一点红，这时候我看着也有点红。小满听音乐嘛，他挺喜欢听我唱歌的，真的，他真的挺喜欢听我唱歌的。那我现在学一下狼叫，他会怎么样啊？试一下，啊呜。你熬一个呗，你熬一个，你熬一个，快点！什么水开？水开？什么叫水开？什么水开了？你们俩还挺有默契的，水开了。他真的挺喜欢我唱歌的。把鼻子拿开，鼻子怼着我了。你抵着我腹肌了。左眼好像珍珠奶茶的珍珠，珍珠奶茶。其实喝珍珠奶茶，我从来不喜欢放珍珠。就小学的时候就喝那个珍珠奶茶，然后有一次我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喝那个珍珠奶茶吧，我就那个就当时就吐了，就后来就从来没有喝过那种奶茶，特别是里面珍珠。其实奶茶我还能接受，就里面的珍珠我不太喜欢。你唱一首小摩托试一下，我嗓子哑了，那怎么唱嘛？你们真的要听吗？你不后悔吗？确定不后悔吗？你不后悔吗？不后悔哈。来长沙喝茶宴，茶宴？你是长沙的呀？给你打call，准备好了。喜欢喝百香果双响炮，双响炮是什么鬼啊？不后悔。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他永远不会堵车。你看他听我这首歌的时候，他就已经闭眼睛了。哎，后面那句词是什么？后面那句词，谢言贵的笔型。你看他这个就表示他很喜欢我唱的歌，所以他就对吧，就是明示很那个。小满你辛苦了，什么他辛苦了，我在唱歌，他在睡觉呢。不是这个调吧？不是这个调吗？灵堂哥欺负人。不是，这个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觉得唱的还可以啊，就是我们还也是一个需要被认同的人。我也是需要被认同的。哎，喵喵来了。喵喵这个 ID 我也有印象。我经常看得到能评论。哦，我嗓子有点哑了，说实话。我喝口水吧，喝口水。还可以，真的。对吧？对吧？我也觉得真的，我觉得我唱的还可以。说实话还可以。你要听那种可爱的，我可能唱的都是那种，你要听那种什么，对吧？比较悲伤的呀，什么什么比较煽情的呀，那可能你今天晚上得买一包卷纸在旁边看直播了。你说可以的，说小马看了你，他这就认同嘛，对吗？他就认同爸爸，觉得爸爸说的对，我听对了，死了是吧？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好吗？你确定哈？你不后悔吗？你不会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后悔吧？对吗？我们先确定一下哈，不要到时候后悔了，我刹不住哈。好，那你说的哈，我开始了。第一句是什么？第一句是什么？第一句。给个提示，给个提示哈，就是很久没唱这种歌了，给个提示，我只听过一些。给个提示，你先调小音了，哎，过分了，人调小音了，你应该调大音了呀。好，喝了口水，现在底气也足了。
好好说，很自保。来提示一下，第一句话什么来着？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鬼？不离开，又像一个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你看这，大家不用听我唱的歌哈，你就看看小满，就是听我唱歌是什么反应，好不好？就是判断我唱歌怎么样，你就看他反应就可以了。好，大家认真观察小满哈。不离开，哦，就像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像有泪水掉下来，死了都要爱，不淋淋尽致不痛快。宇宙会变，心还在，对吧？还可以吧？你看小满的反应就，对吧？就那个就睡着了，卡的我，等等我什么卡了？谁卡了？对吧？小满就喜欢这种歌喉，来再点歌，再点歌。我发现我下次直播间我不选萌宠啊，我选那个才艺直播间。大家，我如果选才艺直播间，你们还会不会来呀？啊，我如果选那个才艺，你们来不来？林俊杰的歌，我是怕我唱林俊杰的歌你们就取关了。哎，坐好坐好，起来，起来，坐好坐好。啊，别耍赖嘛！啊，你不，那就这样吧，就这样。江南，好难呀，简单一点的歌嘛，有没有那种稍微简单一点的？那些你很想。你是有点冒险，你听我的歌，我觉得你是有点冒险。许嵩的歌我一句都不会，我只是初中的时候当然听过。许嵩的歌我不会，圈圈哦那个会，圈圈圈圆圆天不是圈二百什么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圆不是什么来着？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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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哦，当你我听过，就那个圈圈圈圈，我忘了那个。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要睡觉闭着眼，你的鼻头、你的眼睛全部都是关上的，还等着我。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却害怕不知道。想你想你，你知不知道？哦，都不认同啊！你们自己要听的呀，要我唱了你，鼓掌。我只要两个字，鼓掌。我只要鼓掌。没有鼓掌我不唱了。我唱的那个人数为什么高？这个我得反思一下自己，我可能需要进入才艺直播间，我可能需要选定才艺，不是萌宠。谢谢言归，谢谢鼻涕的礼物。可能就是因为我唱歌吧，然后把那个人气给唱高了一点。经理太美啊，经理太美，你太过分了吧！我唱这首歌你们还不揍我呀？要是真正的遇到人家的粉丝，他不揍死我，他可能就觉得我在黑人家。但是我可能唱的就那样，不可能，真不可能。我觉得好多人都应该走了吧，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好像是自从我唱歌之后啊，这个人气稍微偏高了一点点。他说我刚刚不是
他说没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刚刚是唱了，就他唱了，他刚刚唱了已经。B 站没有蔡徐坤，真的吗？我只知道那个有一天我刷的那个视频，就是人家剪辑的吧，可能就他打篮球嘛，什么玩意儿？比武功，对对对，我想想，张无忌大战不对，六大门派大战光明顶那个玩意儿，就吉尼太妹，然后就开始打篮球了，就吉尼太妹就开始呸，就吉尼太妹，我都怀疑我进入台湾直播间，谢谢汉子的喵娘，谢谢，你也看过哈。当时把我笑吐了，就那个走位还是挺骚的，真的。他真的好努力，这确定没有他的粉丝哈，就我可能，我怕我说错话了，等会儿。确定哈，就是如果是他粉丝，请刷个二；就不是他粉丝，请刷个一，让我明确一下。不是他粉丝，请刷个一；你刷个二的话，那我就真的不说下去了，我就不会说下去了。就让我明确知道你不是他粉丝，真的。好，没有二，好，我确定一下，好像没有二。好，那我可以接着说下去了，应该没有二。好，我说了，那啥，就是那啥，坤坤真的好努力的，你真的不要这样说他，真的，坤坤真的很努力。坤坤在台下那么多次的练习。坤坤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你们为什么要说他？我真的很难受，我真的很难受，你们为什么黑坤坤？坤坤真的很努力，他打篮球的样子超帅的，真的。他会大灌篮，你们会吗？你们不会，真的。他们连测试都过不了，过分了，好，不开这种玩笑，觉得有点不太好，有点不太好，但是真的是好笑，是真的。就当时有一个人说个他真的超努力的，我这当时是有一点那个，不是真的，只有麦刚好给他粉丝啊，谁是坤坤？就是坤坤，你都不知道是谁吗？哎，你不对，你这脑袋放的有点歪哈，放的有点不对哈，你脑袋不能乱放。哎，为什么我电越充越少啊？等一下，大家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电。糟了，我怎么越充越少？我只有四颗电了，怎么办？我只有四颗电了，我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啊。怎么办？大家怎么办？我的那个数据线应该有问题，我数据线应该有问题。来了，杨坤、陈坤，什么坤都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陈坤？大家知道那个，就那个混元霹雳手陈坤吗？我刚刚就在说他，我在说混元。我只有四颗电了，怎么办？我现在只有三颗电了，给个主意啊，大家！我这电越充越少了，怎么办吧？我还说今天能够直播两个小时呢，应该有点悬了，可能就一个小时二十分钟顶天了，可能我估计只有一个小时十分钟，还有线吗？就这个线，就从成都带过来的，可能有点问题，就是电的话越充越少。我刚刚是十颗电，然后充着充着莫名其妙十颗电了。然后我再冲着，现在三颗电了，我醉了，真的。我再看一下，哎，又回本了，又变四颗电了。手机线和那个插上手机之后，你必须保持一个位置，要不然它充不上，它要动。谢谢迷弟的冰火龙，对，我就只能很僵硬的这样子不动，我手不能动。啊，不主德牧从小就很聪明嘛。德牧是你是想问边牧还是德牧啊？一般就是这个地方问德牧的应该没有吧，我估计。哦，边牧啊，
边牧其实我很少遇到笨的，但是你要说聪明的话，我觉得用聪明不太恰当。我喜欢形容边牧贼，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贼，很贼。拿个线借给你，太远了，你这线太远了，插不上。删掉好了。那天真的，那天我看那个有一个那个粉丝，然后在评论了，然后他就去回复人家，然后那个粉丝也可爱，可能没有细看，他也像回复我那么，就是回复 up 那种回复，就那种感觉。慢慢眼睛亮了一下，他不说贼的时候，他是很贼呀！你看，就贼贼眯贼眼的。他不想要训练小马敏捷类比赛嘛？谢谢谢谢那个团子泥的那个比心。敏捷小马应该行，我估计。但是小马如果敏捷的话，体重不达标。敏捷的话，对体重要求还挺那个的，就是如果长得胖一点点，他都不行。西门斯 Pink 那个我之前，哎，之前那个过，就是有一次是谁，好像是认识的，他让我去学，好像狗边牧里面也可以做那种，就是那种，不一定要那种运动型的，还有其他类型的，他让我去试一下，然后当时没有去，我就太远了，而且我问他有没有。我问了一句很现实的话，真的，我当时问了一句有没有奖金，他说没有，他说只有一个奖状，然后算了，不去了，拜拜。然后，而且我又问了一句，我刚刚想说不去的时候，然后我又问了一句，那个啥，那个报名要钱吗？他说要啊，我确定不去了。谢谢苏月溪的碧克拉，谢谢，谢谢汉子的碧克拉。其实我。我觉得小满这真的有点傻乎乎的，然后有些时候他做的一些就是行为，我又觉得真的有一点不像他做的，就是有些时候特别聪明，对吧？你看我的腹肌。腹肌，对吧？哎，可以，我还是4个点。他执着于你，不这不还不说他傻吗？你这不还不说他傻吗？清华欢迎你来参观。你不要告诉我你是清华毕业的。可能看心情，肥肉，哎，我这是肥，你看一下好不好？我能给你比出来，9块好不好？啊、哦，真的，等夏天的时候，夏天我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露一下腹肌吧，真的，我觉得，我到时候给大家露一下腹肌吧，就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就是不是真的是腹肌，好吧？建议把衣服撩起来，会被封号的，会被封号的，不掐得出来吗？你开玩笑吧，掐出来。好想用小马的姐弟兄妹，我都不认识他的兄弟姐妹。现在可以的，不太好。现在会被封号的，凡是说他可能就举报了。我到时候还不知道是谁举报的，我找不着北，我还看一下，我随时要看一下电有没有问题。糟，我他妈怎么又变3个点了？等一下，我要稳住，我不能动。现在去买个印花腹肌的衬衫来得及？你怎么那么不相信我呀？怎么那么不相信我呢？我举报的，小满声音是怎么样？什么意思？没听懂啊这句话。
保护，保护的太晚。糟了，我有个不好的消息，两颗电了，现在变两颗电了，怎么回事？怎么办？变两颗电了，没有听到小满叫过。这个怎么说呢？就小满叫，谢谢苏瑞奇的520个辣条，谢谢。那么一会儿会爆爆吗？应该，这个不好说，应该不会，应该吧？现在说不准，有些事情。关一些后台程序，我已经关的只剩这个了，我已经关的只剩那个 B 站的了。我再看一下，我应该关完了的。对，我确定了，我所有都关完了，除了这个，可以把屏幕调暗一点。哦，这样的。哎，我手真的好酸，好难受啊！哎，我得换个手势。哎呦，哇，手真的好酸。哎呦，天天有命吧？是用下巴拖住的。起来嘛！吞口水。起来！不要耍了，起来！起来，我说的是起来，你不要离我那么近嘛，我说起来没叫你过来呀，你坐好，不能睡了，坐好，要不你这样子的话我很难充到电哈，你坐好，我手能抬上面一点，我舒服一点哈，对，你坐好，是插座那边吗？不是数据线，手机这边插紧，都插紧了的，如果你没插紧的话，它那个上面不会显示有那个。不会显示有那个闪电，有闪电的话证明你插紧了。颜值主播，不是那个娱乐主播吧？娱乐主播可以唱歌，刚刚还唱完歌，记得吗？刚刚那个动听悦耳的声音你还记得吗？就那个左，好吧，就那个左边跟你换啊，不是左哎，左什么？左手右手有一个慢动作，不是这个，左边跟我一起画个哦，对，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哎，右边左边一起画彩虹，跟我食指摇摇头，然后就开始上雷得发，某须愉快的归家。在那深夜酒吧，难怪他是真是假。谢谢言归的吃瓜。与你真情预备，梦都中意了他。在那深夜，你看我唱歌的时候他就睡了，你看，可以吧？等小满早点去睡。没电了就走吧，我尽量能够播到一个半吧，因为其实我来的还挺早的。谢谢苏月熙的礼花。苏月熙之前直播好像没来过吧，我记得好像没有这个 ID， 没看过这个 ID 之前直播。这个粤语已经不是塑料可以形容了。哦，对对对，你们是那边的哈，你们听那个粤语的话可能就比较那个一点，就比较正宗一点。然后我的可能就稍微比正常稍微低了秘密，那么一点点可能。你是广东人，那你觉得我刚刚那个唱的那个粤语有没有问题吧？就你摸着你的良心说，就真的，就很认真的摸着良心说，就真的很认真的摸着良心说，你说嘛，你觉得我刚刚的粤语怎么样？你说嘛，摸着良心哈，一定要摸良心说哈，摸着良心说，没事，说嘛。说我刚刚的那个粤语怎么样？还行吧，至少听得出是粤语。你看吧，还可以吧，对吧？那我你看，对吧？就这样子了，对吧？江苏的听粤语也费事，更别说提粤语。谢谢熊猫馆的吃瓜。江苏，哎，我之前去过杭州，
我感觉杭州跟我们这边差还是就是装修啊和那个路道啊这些很多文化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跟我们四川。我觉得杭州确实还挺好的，就是好贵啊，我感觉所有东西都好贵啊，住的呀、吃的呀，真的东西都好贵。我觉得在那里生活的真的都是富人。我可能在那边打工，可能就真的是一辈子都打工，真是打工仔。打工是不可能的，是吧？打工是不可能，但真的是在打工啊。南京啊，南京没有去。妈妈这个姿势睡，他哪个姿势睡不着？你开玩笑呢？他站着、坐着、躺着、睡着、站着，什么都能睡着。可以带小曼出去卖艺得了吧？我估计会被那个城管给打没了吧？哎，说真的，今天有没有人录屏啊？我们现在开始说认真的一些东西了，就有没有人录屏？我真的，我现在没有录成屏，因为我点开那个我直播间就卡了，所以没录成。满地感觉已经开始放飞自我了。嗯，哇，真爱，真爱，真的，真爱，录屏真的。嗯，小马给大家比个心。嗯 ，nice， 好哥哥，真好。什么叫我已经放飞自我了？我这不是跟大家聊的挺正常的吗？我觉得，哎呦，等一下我的老腰，我得，哎呦，我得移动一下我的老腰，哎呀，好疼！啊，对对对，我只有一颗掉，我的妈，妈妈好可爱，谢谢谢谢，哇，你这个牌子等级有点高啊，16级。前两次听你叫你唱歌，你都不愿意，这次终于唱，你们都不后悔呀、你们都对吧？你们都不后悔听我唱歌，我也没啥，我也没啥好藏。我噎着了。我感觉怎么这里看着像你帮了扎了个辫子一样哈，给你捞下去一点。不对，已经飘上去了，应该是。哇，这个兄弟的那个，这个前缀怎么那么多啊？舒服51级、20级，还有个爷，哇，这个闻到了富豪的气息。肉肉问小满是多少钱买回？多少钱？哎，这个真不好说，不太好说出来。大家理解一下，我只能说，其实是本来是很贵的，但是是因为很多种原因，然后没那么那个。完了，重金求一双没把毛毛当做辫子的眼睛，真的真的，这个角度真的是辫子。你看这个位置哈，然后这个是他绑住的那个感觉，是不是嘛？感觉就像扎了个辫子一样。哎，不好说。不好说，不要逼我，千万不要逼我，真不好说。问多少钱呢？真的在私信里面，可能100个私信，可能占了70个。对，那挥发色，我看一下，我抽上的还是一颗电。我可能大概在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可能大概在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就可能就下播了，估计。我这个一颗电，我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催你干嘛？我喝口水而已啊。你睡嘛，没关系，你睡嘛。小妹有什么血统证吗？她爸妈都是双血统，但我没去办证，因为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繁殖啊，或者说要怎么怎么样。我本来就是就普普通通的养狗狗，因为本来我就喜欢狗狗，而且又特别有缘分。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可以吧？那他当时跟我说了的，然后没去。那宠物都是缘分，确实是养小满，确实是有缘分。他是这个样子的，他爸爸是一个犬舍的那个，我感觉说这句话形容有点怪哈，我感觉像是头牌，然后他妈妈也算是另外一个犬舍头牌，他们两个一起那个的，就不是一个犬舍的，是这个样子的。抑郁啊，对对对，种犬，哎，对对，就是这个形容词，对对对，对，就种犬。头牌和花魁，头牌和花魁，过分了。头牌和花魁什么意思？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天哪，我这个一颗电比刚刚那几颗电都管用了。我看了一下，还是一颗电。可能快下播了。我都没想到，我居然在老家直播了4次。天哪，我这意味着我在老家至少待了1个多月，懂我意思吗？1个多月，可能接近1个半月。专业的犬舍买的，对，对，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去上班啊？而且我最近都出不了门，我们这边2天出去一次，还好我们这里有个天台，因为小满又不在家里了，他宁愿憋死都不在家里了，还好，要不然就没了。哎，也是难为你了，满满啊，难为你了，爸爸也没办法。买不下有狗粮吃吗？现在有一点点，但大多数还是吃的肉。你小心满满偷靠奶奶，不让你回家啊！这个倒不会，这个、倒不会，因为他们养不好。还好有狗狗陪，还好有狗狗陪。我觉得是还好小满有我陪吧。弱弱的问一句，公司还在吗？不好说，因为当时还说了一句什么几号，然后去面。几号去上班，然后又后面又说一句几号去上班，然后前一次是上一次什么时候我忘了，然后他说具体时间到时候通知，他说他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不知道了。帮我摸一下小满的小下巴嘛。好嘞，来稍等，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满足没有？我还是比较好说话的，嘿嘿，这样子可以吧？血书同球，好，蹬上去吧，把你脑袋蹬上去，感觉像摆那个狗头一样。我想起那个《大话西游》里面，那个猪八戒和那个沙僧在那个狗那个猪肉铺上面，然后那个一个女的一个大妈，然后指着那个猪头，就是猪八戒把脑袋放瞪在那个上面嘛，然后他说那个，然后那个大妈就说这个猪头怎么办呀，然后那个猪八戒说，然后说什么，他说猪头不卖，猪鞭要不要？帮我摸一下马爸爸的小下巴。我没有下巴，不是谁发弹幕跟我说一句我看见你的双下巴了，那是私信还是弹幕？我记得有人说了一句，不是我没有双下巴，我还回来也没长胖，真没长胖。最搞笑的是啊，因为那个有些时候我弹幕是这样刷的，就是它有个系统嘛，它会给你直接提示评论在哪些，然后弹幕是哪些，它会显示是不是粉丝，然后发现好多刷弹幕的就刷得很就热火朝天的，他连关注都没点。我当时因为弹幕你是不能回的嘛，评论你可以回，我本来我想点回复，我看啊，好难，真的好难，踩我脚了，小满碰瓷了，你就在那个位置啊，就在那个位置，这不是通往幼稚园的车。我没有搞黄色，
我说正常的。我妈说我胖，我妈回我回来的时候，我妈说，她说你怎么肥了一圈儿，吓得我又关机了，什么意思啊？拍他屁股，现在不好拍屁股，因为我手机我手不能动，我右手不能动，要不然直接就充不上电了。一颗电能够坚持这么久，就是因为插着插头，懂我意思吗？就我手不能动，我这只手摸不过去的，就这种动作能做，但是那种做不了。狗子晚上打呼噜，有些时候会打，有些时候他主要是爱踢我，他会把我有些时候会踢下床啥的，或者说把我踢得很一边，把我踢醒，还有用脑袋呀，或者是用屁股啊压着我身上，就容易把我整醒。反正晚上这样子嘛，我今天播到一个半小时吧，现在还有七分钟。我这一颗电不一定能坚持七分钟，但如果能，要么在那种就是但是它如果是那个如果是到了掉毛的季节，它还是会掉很多。仙女妈妈的嘴是粉的，什么意思？嘴巴怎么红红的？一直嘴巴都是红的呀。不，有一次还跟我说，有个小朋友跟我说，私信跟我说什么，他说小满是不是嘴巴就是嘴巴上有皮炎，还是有什么皮肤病，然后你要带了检查一下。他这个是天生的哈，不是那个皮肤病，皮肤病他那个样子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是皮肤病的话，它这一块是红是红，但是它会没有毛，懂我意思吗？就没有毛。小满的妈妈，不，你还见过小满的妈妈呀？谢谢汉子的比心，婴儿粉。我真的越看越这像个辫子，然后这里绑着它，真的越来越像了。Oh my god， 小满，你没见过吗？我怎么会没见过？我怎么会没见过？我肯定见过啊！嗓子都说干了，感觉。哎，我发现我可能只大家去指他其他直播间，他会不会就是别的主播，他会不会就是一直说像我这样子就？没怎么停过，就一秒钟可能能蹦出两三个字那种，有没有这种人？就我感觉我可能有点奇怪，就如果直播的话不说话了，我感觉特别的怪，就会，而且我本来也特别喜欢说话。花姑娘，有的狗狗嘴巴一圈就是粉的，我就科技，对对对，对，我说你见过小满的妈妈的嘴吗？哎。什么意思？我越听越不懂了。会啊，老探头，都这么能唠吗？我感觉我说一个半小时，他嗓子有点哑哑的。有的，我经常以为我卡住了，就说快了卡了吗？我家狗狗的嘴只有破皮了是粉色的，这不用追求那么多，我觉得大家不要什么。就不就是说什么要怎么好看，我觉得自己的狗狗不管它是什么样子，它是什么，它多少钱，或者它怎么怎么样，它的身价，其实我觉得自己的狗狗怎么都是最好的，真的不要去追求那些东西。就自己的狗狗再丑，很多人不喜欢它，它在你心里都是最好的，真的。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就感觉你就是跟你打个比方，可能直播间可能女生要多一些，那我说这个话可能认同感不强，就比如说你找了一个女朋友，就是她不管她到底有多少毛病，有多少缺点，然后长得怎么样，跟别人比可能没别人漂亮哈，你身边其他都很漂亮，但是不管怎么样，她就是你女朋友，她就是最好的，你不要想些什么其他人女朋友那么好看。然后身材那么好，然后家庭那么好，说话有多么的有谈吐，然后怎么怎么样，不要想那些，真的，那你的女朋友是她，对吧？你只有一个女朋友，你不要想那些。
就是它就是最好的。哦，你当时是捡来的哈，那你其实你人多好的呀，就这狗狗好多都特别的，我觉得不是特别幸运，像真的有人用心去养它的，或者说不离不弃的那种很少，而且很多很多养了之后，然后要么丢啊，要么送人，很多狗狗其实很惨的，真的很惨的。我觉得它遇到你，它很幸运，真的，它真的很幸运遇到你。谢谢哈士奇的比心，你把脑袋放过来。你别睡，你怎么又弹上了？你怎么又弹上了？那就这样子吧，你就摊着，我给你夹着。亲爹，别人觉得丑，但是主人眼里就丑萌丑萌。对对对，我觉得再怎么样都是最好的。女朋友也是最好的，狗也是最好的，你父母也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只属于你。这就是亲戚。对啊，你这个，我觉得真的就做人真的有些时候要稍微就是眼睛一定要看着周围的东西，不要到失去的时候才懂这些。未来是个好男友，说好，未来是个好男友，什么叫未来是个好男友？逼逼。当时就我不知道他可能是怎么样了，当时没找的地儿嘛，就尿沙发，哎呦把我当时气惨了，因为有味儿了，导致后面尿了好多次沙发，然后这个真不好说，我就是我不太会选，就是眼缘和缘分，我觉得该真的哈，大家不要问我怎么选狗狗好看呀，或者说多少钱哈，我有一点我可以教给你，真的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教给你，就是我选狗狗是这样子选的，第一一定要有缘分，然后第二一定要有眼缘，它可能不是好看的，或者说怎么样，但是一定要有眼缘，就是你觉得看着它的时候，你感觉，哎，这个狗狗怎么感觉，哎，挺不错的，或者说你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有缘分，缘分不能强求啊，但是我喜欢有缘分的，然后这两样合在一起，它就最适合你的狗狗。真的，这两人一起就是你最适合你的狗狗。哎，对，熟悉的感觉应该讲，这个妹妹我捡过，不是你会不会这样说一句？哦，这个狗狗长得好像我前女友，是不是这个意思？凭感觉，我家狗狗就是一眼就看中了，对，就是眼缘吧，眼缘和缘分这两样。我居然播了一个半，越老越久了，我再喝口水。哎呀，别呼吸了，别呼吸了。
你有手快吗？哎嘿，啊，小满吃生肉吗？他吃啊，他吃，他挺喜欢吃生肉的。他比较喜欢吃生肉，但是如果太大块或者说不喂他的话，他可能就吃的少一些。耶，你怎么还在啊？你不是下了吗？你不是走了吗？你怎么还在？一窝小狗里一直向我扑过来，就被我领回家了。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缘分吧，我觉得。看自己对缘分的，我差点睡着了。这么牛啊，真的。哎，大家看我直播是不是真的有催眠效果啊？是不是真的有点，就听我说话有点想睡觉那种？我干脆以后那个啥，又11点、12点钟直播算了，就你放在旁边就听着就行了，不一定要看什么画面，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吧。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哎，你们都睡着了？不是真的，真的有那种睡着的感觉吗？小满反正是，就可能声音难养。你好好说话，你好好说话，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啊，有空辛苦了，个小满吃过的，哎，没有什么辛，别说辛苦。我是准备等那个去回成都的时候，然后再拿那个肉给他吃。喜马拉雅入眠，我之前也在喜马拉雅，说不定你之前就刷到过我的那个直播，然后也听过，但是你不知道是我，因为我当时的那个当时的 ID 跟这个 ID 不一样，不是这个 ID。你喜欢听小睡眠？小睡眠是什么呀？哦，听书，听书那不是我了。听书好像他那种有要求，好像有要求，有些要科班出身。当时我就说，当时我想去，然后跟那个老板说，他说他那个有要求，那我去不了。小睡眠什么呀？你就说吧，你俩什么时候结婚？结婚呢？没有想过，现在还可能会等个一两年吧。平时直播也可以录呀，平时吃饭它太快了，而且狗粮个唰咔唰咔唰咔就没了。这个嘴巴真的是牛批，小满。平常工作就工作啊，什么工作？干嘛？催眠 APP。哼，你还需要催眠 APP 吗？哼哼，冷笑一下，哼哼。小满吃惯的嘛，小满啥都吃，小满一点都不挑食，只是他吃东西有点怪，他吃东西需要哄。你比如说落地上，他绝对不吃。那天特别搞笑，那天我妈就坐那个地方，然后我跟我妈说，我说，哎，我说啥来着？然后就掉地上了，把东西掉地上了。我说他不会吃的，你信不信嘛？然后他真不吃，然后把它拿起来，然后放在盘子里面，用手喂他，他又吃了。掉地上他不会吃，然后不，如果是有些时候他很怪，有些时候他就有些时候要哄，有些时候掉地上，反正掉地上是绝对不吃，就怪得很。就是各种自然和日常和大自然的事。哦，雨声算不算？我之前在抖音上里面刷了一个雨声。就那个雨声我听着还挺，就那个下雨的雨哈，那个雨声真的挺舒服的。我喜欢听那个下雨的声音，有点那种小学时候的感觉，但现在的下雨没有那种以前的声音感觉了。精致的女孩，上班被迫音，我才是啊。我手都没动过，天哪，我在这手在这举了一个半小时了。我手也不能动，要不然充不上电。雨声属于白噪音。哇，你这么专业啊！白噪音，你说说，白噪音是什么鬼？
我停在原地。不，你唱这个，你说这个歌就有点晦气啊。不要联想那么多东西嘛，不要联想那么多东西。小曼几岁？哎，小曼1岁多了，快2岁了。这位靓仔在说什么？好困，小曼真困。他现在一点力都没有用，他那个把腿，他把脑袋夹我腿上的，他直接脑袋就不用力了，已经都。挺呼吸，拿个近一点吧。还没有2岁，哎呀，小满也是个长不大的狗，就是那种智商倒是长大了，很多东其他东西没长大。谢谢言归的吃瓜，谢谢汉子的么么哒。我觉得小满有些时候没有那种，就那种很那个叫什么什么来着，那个就有些时候缺乏了一点，对，他不懂人情世故，小满。他只懂跟我的人情世故，但是他不懂跟其他人任何人的人情世故。不吃地上掉的东西，真的你超强。那这个算，如果这个归类到自尊心的话，他应该是自尊心超强。那他应该会算。天哪，我这个医科店管了多久？管了30分钟啊！我操，我这个医科店管了30分钟，你敢信？社会化吗？不是，他不是社会化，他不是那个叫什么社会化，他其实有的，他跟狗狗相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跟人的话他也没有问题。就是有一次在那个在我们那个在那个当时是在地下室的时候，就有个男的，然后我不是单身，我不是单身，就在地下室的时候，然后跟一个女的，他们两个人，然后当时停车，然后走那边过，然后那个男的就走嘛，然后那个女的走在那个走在前面，但那个男的就在后面，然后他叼了个烟，然后叫小曼过去，然后小曼当时就过去了，因为他当时很热情，然后就被那个烟给戳了之后只要有人就是那种特别想让他过来或者要抱他，就特别怕，他就会躲，一直躲，就从那次之后他就有一点太抗拒那种特别主动热情的人。那个男的是故意的吗？那个男的他是不是故意不知道，反正我不太喜欢别人逗我的狗。不是单身，对，我不是单身。我刚刚不是才聊了这个问题吗？我刚刚才说了的呀，就是最近的呀，就是最近刚刚不是才说了的吗？对，自从那一次之后，然后小满就，反正他从来不让男的碰他，真的不让男的碰他。我爸碰他，我爸就隔老远，可能动了一下，可能就动了一下手，或者抽一下烟，或者吃一下饭，他就，小满有些时候就要捂他。粉丝牌咋整？粉丝牌好像那个有系统提示，好像是20颗硬币和1颗毕克拉，好像就有了。你看我现在变得特别专业了，我以前都不知道。应急反应。你说小满吗？想看满满妈妈。你是说狗狗吗？还是说什么？讲感情都好伤感。为什么好伤感？对，我听说是这样子，好像就是20颗币或者1颗毕克拉。哇，这个太耿直了吧！我刚刚说你就谢谢那个琵琶路的毕克了，但是那个硬币好像登录就有哈，我记得上次直播的时候还是单身。上次直播我算一下哈，上次直播的时候是单身，好像
好像是，好像当时是，好像当时是单身吧？好像，不对呀，不对，我上次没有说吧？之前不是发动态说要相亲吗？我什么时候发动态说相亲了？光速脱单，出去相亲了？不是相亲了，就是一个之前一直都认识的一个女生，然后那个转正了吧？哎呀，不要，是什么叫转正了？这句话感觉就听着就怪得很。宅在家里都能脱单？不是宅在家里，不是在家里，在外面。在外面，我还以为是男生。哎，我是正常取向的，好吧？我只喜欢女生。什么时候可以看满满的女朋友？什么时候？这个说不准呢。这疫情结束可能就方便吧。不知道愿不愿意，不知道愿不愿意露脸。哎，反正我都没露脸，人家不一定要露脸，对吧？那个女孩可能有点彪悍。对，那个女生，我说那个女生特别彪悍，就是那种特别彪悍的女生，小心。何时脱单的？就有几天了吧？有几天？之前一直都认识，但是反正有很多种原因嘛，没有在一起。但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有些东西就是要经历吧。然后反正到一个点就刚好合适，刚好可以在一起。女朋友有可能在看你。你在说什么？女孩子在看直播吗？你这话问我怪得很，我怎么回答你这个？疫情间疗伤是在闭关锁国之前吧，就是前几天不是才闭关锁国嘛，闭关锁国才开始那个，我才跟他在一起的。说你用了多少口罩在高大上？我家里当时好像是当时有一袋口罩，然后用完了就剩最后一袋，然后反复使用，我家口罩都不够用。你就说再看啊，那再看。本来不是这个问题，就再看和不再看有什么区别吗？彪悍吗？都要被打？我不至于吧？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动手吧。